人生日，等要帮他过，本来要制造一点惊喜，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想法，我头是晕。要不要郭富城？妈的，每天这样干！杀人呢？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快点！快点呐！快点啦！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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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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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20岁的，哇塞！而且还笑，你笑我跟雨林默契没有？18岁吧。雨林，前景，前景，大家都知道。希望 Manga 接下来拍摄非常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，然后平平安安的。那第二，怎么讲？比较大梦想一点吧，就希望 Manga 可以。为台湾或亚洲的影艺事业，所以做一些榜样，让大家以后都可以有一个目标可以 follow。嗯，棒。那第三个我自己。第三个对。这是谁的脸啊？好。奈韵，刀子。奈韵，刀子。就忘记刀子了，用脸抹他的脸，用脸抹他的脸。对啊，对。你为什么又开始发飙了？怎么了？这不是我扁钻，扁钻的，刀到了。扁钻，真的？这是假的吧？来，这边，用扁钻切，电钻。哎，这个对，扁钻切掉了，这就厉害了。还没洗，这样嘿就好了。我嘿，这样捅他的脸，捅。捅他眼睛。哎，那你生日你的脸啊？行，我从中间跟你捅。你捅他。好血腥，切蛋糕风。然后里面喷红色出来。下一个是谁？不要下一个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排完天都亮了。完分，请分吧。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老师。